大家好啊，我是张雷，即系估唔到呢套戏咧，谂住嚟睇下捧下场啦，啲老友拍嘅啊，导演啊、监制同埋啲演员都系老友嚟，但系咧结果喊湿咗我条手巾仔，即系唔止一次喎，即系仲好多个位啊，笑有啲笑嘅，但系属于好正面嘅一套好鼓励香港人，尤其是年轻人嘅喊戏，对我嚟讲吓，即系好多谢导演同埋制作人，即系喺呢一个时候做一套咁好嘅电影俾我哋去欣赏，同埋系好值得回味嘅。咁啊，虽然成套戏即系嗰个制作架构咧好有宗教性质，咁但系佢唔系喺宗教方面去说法啊，即系好鼓励一个。人生究竟是应该怎样对待爱和拥抱，拥抱代表爱，爱也代表拥抱。好，多谢大家多多支持，看多几次都仲得的，我就都会有兴趣看多几次，多谢大家。